呢，我们这是教室，你给我装个供电器干什么呀？不是我装的。不是您装的，谁装的？告诉你说不是我装的，就是不是我装的。那您看看吧，现在教室都这么多东西，您看我怎么办？谁干的？大家都交手机了吗？交了。谁干的这是？啊？怎么恨人啊？这烤肠都能画出来，嗯，服了，嗯，真是对的。Oh my god！ 哇！能用吗？有这么大的手机吗？干嘛呀？说你呢！小白，最近咱画挺像啊，一天也没正形了，手机也没收了，画的呀，我像什么像？呀，你这个画的也挺像啊。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东西怎么天天乱扔啊？Later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。哇哇！到哪儿上课啊？135斤。好像你胖成啥了，都没人要你，赶紧减肥吧你！张萌萌又是你干的，你闭嘴！咱们吃饭就出去。六六六六六六，上课拿手机干什么？拿过来。有种你要蚊子呢？六六六，闲的你是吧？我花160不起啊？归零，是真闲呢你？五起来走，归零。有五，出来了，还净走五，没有人能救你。出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千里之外，安排。是谁把这话给贴这儿啊？我死你！
毛毛上课用嘴在那儿玩飞车，太厉害了。来，咱们开始上课啊。热的呀，喝口矿泉水全身都热得冒汗了啊！我那矿泉水，哎，我那矿泉水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谁整的？胆子不小啊啊！我是咋这么热呢？空调哪儿去了？谁放空调啊？塔牌要整一个。这高光的地方都说多少次了，咱都不注意了啊！那么不长记性了咋？我不翻话哈。你今天就知道玩了咋啊？能不能有点正事？正火，正火。